前两年厉害，前两年就这品相的，他张嘴就给你要个三万五万的。现在这两年没这行情了。哎呦我去，这是啥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改良过的英版八哥，非常的漂亮啊！你看这大头花、大粽子，啊，有束带，大眼睛。哎呦我去，这一看就是改良过的英版的八哥。还有小狗呢，你们来看一看啊！之前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啊，这是英版的，不是老版本的。老版本的嘴会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呢鼻筋基本上没有。像这一条品相还是很一般，因为那个鼻筋断了。什么叫断鼻筋啊？就是这个鼻筋没有通到这边，你看嘴还稍微长一点。我看有一个大鼻筋，这一条漂亮。哎呦我去，哎呦别摔到了啊！你看这小家伙，看到没有，这一条大鼻筋整根鼻筋是连在一起的，知道吗？这家伙漂亮啊，这一条不错。八哥它有三个颜色，一个是纯黑，一个纯白，一个就是这种奶油色。纽扣耳，看到没有，它的耳朵是纽扣耳，它和法斗和别的狗不一样，它的耳朵是这个。我看这个，它的耳朵像纽扣一样。然后小卷尾，看到没有，体型方正，之前的都是大长腿，然后还有这个嘴比较长一点，现在改良过后的就是体型比较方一点，腿比较短一点，然后品相嘛，嘴短一点，大鼻筋，带头花，不错。这是你谁家的狗？我家的。多少钱一个？这狗2000。英版的啊，2000。这是英版的，2000的价格有点贵吧？你说2000块钱这一条还行，这一条大鼻筋带头花，你看头花虽然现在还没有掉下来，来我们看一看啊。哎呦我去，一脸嫌弃他的样子。这你的小狗仔，你嫌啥？我的天哪！这条哦，这是狗爸爸，我的天哪！你看带了三个小家伙，2000的价格太贵了。你要说1000块钱卖呗？是三个1800吗？一个1800？哎呦我去，那确实有点贵啊。这小八哥非常的可爱啊，这家伙你看。这到季节了，掉毛也比较厉害啊。它缺点说真心话，夏天短鼻腔的狗怕热，它也有轻微的体味，体味也是比较重，它和法斗一样。季节到了，一年换2次毛，再给你弄一个真毛的毛衣，或者是打个围脖都可以。这真是一抓一大把啊，非常的厉害。2000的价格，1800的价格太高了，1800块钱，说真心话，弄个英版的确实不错。